哋俾免派對嚟噶嘛。我哋係手頭只有五張卡片。支持咩黑金政治咧？我法官律師啊，唔使答俾我。與有社團背景人士一同會見選委。我哋有啲不滿噶。无论是量刑、抗疫，应该坐刘梦红隔篱左右咯。刘梦红同埋阿罗太啲，喂，佢做得嗰啲咁嘅位置，会唔会约啲咁嘅人？你同佢食饭啊？佢啊，应该系识阿刘生嘅。系。咁我入嚟，咁啊就冷凳咧，就坐喺我同刘福源中间。哦，咦，咁咪即系喺刘鸿对面噶咯，系嘛？刘鸿对面啱系。咁嗰日上海仔究竟系咪坐喺刘梦红隔篱噶？呢个系1%嘅。但系邓贺年又话唔系喎，而家。唉，有啲人有啲威逼利诱嘅嘢，你都明噶啦，系嘛？我仲未喊告别旧情。我要你为我去做证，这片领地照旧扩张，拒绝或承认。别打装物精，怪扮聪明，跌倒信任跌了人性。你见我又继续坐低，相对可结冰。刘慕雄先生不是我竞选办的人。咁但系佢话一两日打电话俾你，是你忠实支持者。我有好多朋友都一两打，但系佢唔系我哋竞选办嘅人。呢个选战当中咧，我就系即系无辜辜地啊，成咗一个即系政治斗争嘅牺牲品。能依但不自依，是否非不得已？法治制止法治，摇摆摇摆就摆到最快，要玩就玩到最 high。如果真系流选的话，我咧会立即向中央建言。5月6日嗰个重选啊，应该里边咧就一人一票普选特首。刘梦红分手啦。